Wait, this is Four Guys One Trip, right? It should be like this. This is the third episode, and also day three.窗台上的聊天，这里是古时候的炮友吗？ 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有恐怖片的即视感？你不信的话，你看看你身后。 These two giant spurs.
吹成中分了。我操！这是属于你的魔杖吗？是的，这是属于我的魔杖。戳伤，戳灰啊！戳伤，戳伤是这个，戳伤，戳伤，戳伤。失足女青年，流落街头。来，回头一笑。来，回个头。我三个。